个车的牌子往这车牌子上装什么？不是，我没上路。别说跟我说上不上路，这儿就是路。这车是你的？对，这车是我买的。车牌是谁的？车牌是我的呀。你叫什么呀？我叫，这个车牌是我今天我挂着，我根本没上路，没上路我就放这没走，根本我放这拍的照片，所以说我要上路了，我放的真牌。行了，你别跟我这儿说了。我跟您说什么呀？我放的真牌怎么了？真牌是这车的吗？真牌不是，我也没上路啊。我看到这车两次，第一次我出交通事故现场，这车尾朝西，头向南，停着。什么？您什么意思？尾朝西头向南什么意思？拍照片拿哪牌子拍照片啊？我拿我那牌子拍照片，我把车放什么车牌子？我到人那儿您看不得了吗？不是这个车的牌子往这车牌子上装什么？不是，我没上路。别说跟我说上不上路，这儿就是路。拿着你的手续，没带了，带着你的驾照了，带着你的身份证，车主的身份证。马志口交通队，执法站。什么时候？明天下午，上那儿处理。更多新闻，下载北京时间 APP， 每一条新闻都发生在北京时间。